欧阳振华笑广告商旧眼光。欧阳振华前晚就话游戏节目《我爱香港》担任嘉宾。Bobby 透露细个嗰阵好顽皮，咩都会玩。问到佢有冇试过喺水库度攞泳，佢就话攞泳，梗系有啦，点解未试过攞泳噶？试过攞泳，即系唔系话除晒先下落水，下落水先除咧，但系几盏鬼噶。嗰阵时成日有只鱼叫嗰啲叫做接吻鱼，啄下啄下噶。一碌老友记令 Bobby 人气急升，问到佢有冇得到广告商垂青，佢就话只要一个广告商，更加系喺一碌老友记播出之前揾佢做嘢噶。佢又醒啊！佢知道就嚟一碌老友记出街，佢就一嘢就揾我拍咗，就之前嗰个价钱啊！真系而家揾我拍咗几个开啊！真系知道呢套掂烂啊，拍嗰先稳阵啊！用你个咸鱼价。